大家看一下，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刚刚收到的，也是近几年来的华为旗舰机，还有像小米十这款的话也是去年出的。Alright, gentlemen, 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 just how I do it. 这款的话也是小米十，还有像这款红色的是华为Nova 5 Pro， 华为 Mate 20 X， 还有像这款华为 Nova 6 SE。都还不错，也都是年份比较近的。像这款是华为 Mate 20 Pro。Yay!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present you, Mr. Charlie Puth? 还有好多这些，满满的，今天收获满满的，都是一大箱手机，看看。还有这一箱也都是，这款的话是亮黑色的 P40 Pro， 采用的话是一个黄色不平衡。而且性能的话也都是非常不错的。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was very good. We're going to do the whole thing one more time. Follow my step. 这款是 P20， 因为手机型号确实吸收的比较多，所以就不能一一为大家展示一下。看一下啊，这款是华为 Mate 30。今天而且收到这款的话是。比较 好看的 P40 Pro， 配置的话是8+128GB 的，然后外观的话还是非常新，而且这款机器的话也是去年出的，所以说年份的话还是很短的。看一下，这些就是今天收到的，基本上可以是一小拉车了。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想了解更多二手手机资讯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是小飞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